遮雨的座位数比较不多，所以如果待会在欣赏歌曲的演出，也希望大家交谈的声音呢可以小小声，或是可以走到比较宽阔的地方，让大家都可以在很安静的或是很舒服的环境之下欣赏到今天的演出，好吗？好。那接下来呢，第二首歌我想要带来一首是蔡健雅的歌曲。这首歌呢，我觉得是一首充满爱的歌，尤其很适用在现代的社会。然后，比如说你以前跟你的某某的前一任分手之后，还可不可以做朋友？为什么讲到这个？就是如果充满爱的话，过了一段时间，还是可以再交谈的，但是就是以不同形式的方式。那如果这个世界充满爱呢，就可以有很多事情是可以化解的。那也希望大家今天来也是充满爱。譬如你充满爱，你会把你旁边的座位让给在找位置的人。或是如果你充满爱呢，你就会来看12月31号铁花村的跨年演出。这首歌是来自蔡健雅的歌，叫做 Only Love， 是我第二首的开场曲。那我唱完这一首歌呢，就会欢迎今天的报名的朋友。那如果你有点口渴呢，就可以到那个铁花坝有贩售好喝的饮品，然后超过这个弹力部的那一侧呢，其实大家可以看得到那个招牌灯，铁花好店。那铁花好店贩售了很多神奇的东西，例如说我们身上的 T 恤，有冬版跟夏版，那还有来自台湾各地呢，好看好用的文创商品，还有来自很多好听歌手的 CD 都出现在铁花好店。那如果你今天有空啊，或是离开铁花村之前，都也可以到铁花好店走走看看。那么其实我们周五到周日呢，我们周边有慢市集，那因为今天周三就没有。那如果你们是跨年来的时候就会有，好，就是每周五、周六、周日这样子。那你们其实看到的这个长方形的这个区域是铁花村，那长方形以外的这个大区域叫做铁花新聚落，所以铁花村是你们的现在真正所在的位置。那超过这个区域呢，就是说铁花新聚落，那你就可以分享给你的朋友，你是来铁花村，不是来铁花新聚落这样。再次，对不起。自然而然就懂得呼吸，多
接下来呢，就是欢迎我们今天报名的朋友。那今天天气有点冷，所以甜话爸有很多热饮。那像如果说热调酒有酒精类的，我推荐热红酒。嗯，那无酒精类呢，我推荐热奶茶。热奶茶是用鲜奶，以及配上鹿野红乌龙，是在地的红茶，大家一定要可以喝喝看。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欢迎今天第一组报名的朋友，这是我们。